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bac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还记得我的名字吗？我叫 Rainy 老师，欢迎你们回到 Rainy 老师的教室。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我们四年级下册的英语课了。那今天我们要学习 Unit 2, What time is it? 好了，那这个单元呢， Rainy 老师先讲一下，我们要讲关于time 这个单词，也就是跟时间有关的。那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之后，我们会学会怎么问时间，讲什么样的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首先呢，老师要给一个图片，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上是什么。 Okay, look, look here. Okay, what's this?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Okay, this is a clock. Okay, read after me. 跟我读一下这个单词哦。 Clock, clock.哎，对了，这是一个小闹钟，对吧？所以我们这整个单元呢，都会围绕这个闹钟，围绕我们的时间来进行授课。好了，我们先进行我们的第一部分 ,Let's talk。好，在这一部分呢， Rainy 老师先会给大家放一段音频。在这段录音的时候，小朋友要认真的听，听听看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去做了什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Hi, school is over. Let's go to the playground.Okay. What time is it now? It's 5 o'clock. Time to go home, kids. What time is it? It's 6 o'clock. It's time for dinner.Let's go. 好了，经过我们刚才那段录音，我们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有些小朋友可能没有听懂，哎，他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那接下来没关系， Rainy 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一句一句的来看看我们课文中出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Okay, look.首先，这是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呀？哎，感觉非常开心，是不是要出去玩的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文里说了什么。OK, 这是我们课文的句子啊。首先跟 Rainy 老师一起来朗读一遍。Hi, school is over. School is over. Let's go to the playground. Let's go to the playground. OK, OK.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话，很容易啊，都是我们学过的单词，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首先 ,hi 是一个打招呼的语气，对不对？我们见面要很有礼貌的先跟对方打个招呼 ,hi, hello, it's okay, 都是对的。然后呢 ,school is over。over 这个单词稍微有点难，小朋友也会发现它变成了黄色，对不对？黄色的单词代表是我们这个单元新学习的单词。那 over 呢，它表示结束啊，结束。我相信我们的电脑前一定有很多爱玩游戏的小男孩，对吗？那你们每次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输了，血都用完了，那游戏上会显示 game over, 那 over 是不是就表示你的游戏结束了？所以这里一样， school is over 表示学校已经结束了，也就是我们的课程已经上完了啊，已经上完休息了。然后他们要去做什么呢？ Let's go, 这个短语咱们都学过， Let's go, 去哪玩，对不对？去哪呢？我们来看看， go to thePlayground, OK, playground 是我们第一单元新学的一个单词，叫什么？想一想，哎，老师讲过，看起来很长的单词，不要害怕它，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单词 play, 啊 ,play 表示玩耍，对吗？ OK, ground 表示很大的一片地，那 playground 就表示玩耍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操场了。所以呢，课程结束了，我们要去哪里啊？对，要去操场上玩耍一下。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小朋友表示赞同，他说 OK, OK, 我们可以一起去。OK, 看下一幅图。你看，他们两个已经跃跃欲试了，是不是要去哪玩了？要玩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手上拿了一个什么呀？哎，对了，拿了一个篮球，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是去打篮球的。OK, 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先跟 Rainy 老师一起朗读一遍啊。What time is it now? What time is it now? It's 5 o'clock. It's 5 o'clock. 好，这个句子呢，里面有一个
有两个，对不对？有两个黄色的单词，那也就是说有两个新单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第一个 now 啊，这个单词先跟老师读一下 now。对了，它表示现在，此时此刻啊，现在。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二单元的题目了，它叫 What time is it？ 也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时间，对吗？Okay, time 表示时间，所以 what time is it now 就表示现在是几点，现在是什么时间。好，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回答了 It's 5 o'clock。 好，就算你单词都不认识，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在这儿呢，对不对？有五在这儿，所以一定说的是五点钟，对不对？五点一般都下课了。那这个黄色的字体表示什么呢？对，就表示小时，表示时间啊。这就是咱们刚见的那个小闹钟，就叫 clock， 在闹钟的前面加一个字母 o， 再加一个点，就表示的是时刻，几点钟，我们记住了吗？所以一点钟叫什么？ 1 o'clock， 对的。那两点呢？ 2 o'clock， 以此类推就行了啊。好，那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It's 5 o'clock。It's 5 o'clock， 非常棒。好，我们来看看第三幅图。OK， 他们俩已经很开心的在玩耍了，对不对？一起拿着篮球，在一起打篮球呢。那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OK， 这里是另外一个人说的话啊，是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警察叔叔，对不对？他们在给他们提醒呢。哦，时间有点晚了，你们该回家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英语怎么表达。OK， time to go home, kids.Time to go home, kids.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It's 6 o'clock. It's 6 o'clock. It's time for dinner. It's time for dinner. Oh, let's go. Oh, let's go. 好，小朋友们都张嘴跟 Rainy 老师读了吗？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跟上我了啊！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幅图都讲了哪些内容。OK， time to go home 这句话非常容易。我们知道 go home 是去哪呀？ home 是我们温暖的家，对不对？ OK， time to go home 就表示到回家的时间了。那这又出现了一个新单词，对不对？我们看 kid 啊， kid 三个字母非常的容易，跟老师读一下 kid， kid， kid。Very good. Kid 表示小朋友们，小同学们，就叫 kid。 那么注意一下， kid 后面加了一个 s 表示什么呀？哎，非常聪明啊，名词后面加了 s 表示复数，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不只有一个小朋友，那最少是有两个，对不对？那根据我们的课文，我们知道我们的课文里一直都讲的是两个小朋友，两个小男孩在打篮球，所以这里的 kid 一定要把 s 加上，也就读 kids。OK， 再跟我读一下这复数形式啊 ，kids，kids， very good。OK， 这就是我们的警察叔叔给他们说的啊，该回家了，孩子们。他们说了什么呢 ？What time is it？ 他们意犹未尽，没玩够是不是？继续问了 ，What time is it？ 又问了，现在几点了啊？现在几点了 ？OK， 那回答说 ，It's 6 o'clock。It's 6 o'clock， 几点啦？哎，六点钟啊，做个数学题，告诉我他们玩了多久啊？从五点钟开始一直玩到六点，是不是玩了一个小时了啊？那也够长了，是不是该回家了？而且呢 ，It's time for dinner， 该干什么了呀？啊 ，dinner 是我们的一个新单词啊，叫晚饭啊 ，dinner，dinner 很好 ，dinner 表示晚饭 ，It's time for dinner 表示该吃。晚饭了啊，不仅六点钟了，而且该吃晚饭了，所以呢 ，Oh, let's go。那两个小朋友都决定了，那我们就回家吧，不打篮球了。那我们整篇的课文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清楚了吗？我们两个小朋友一起玩篮球，并且有点晚，该回家吃饭了，就是这么容易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个单元，也就是这一课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时间的表达法。我们通过时间的表达法的学习，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英语表达现在几点钟了，该去做什么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是整点的表达法，也就是说一点、两点、三点这种整点，我们应该怎么说？好，那整点的表达法呢，我们会用基数词加 a clock 表示
整点。那基数词是什么概念呢？就表示多少，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数词，也就是 one to ten。在我们的时间里呢，就是 one to twelve。One to twelve， 一点到十二点都可以用基数词来表达。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 o'clock 要注意啊，你可以加上也可以不加上，如果你想省事把 o'clock 不要也可以，你就直接可以说 it's one， 就是一点。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比如说八点钟怎么说啊，啊我们就直接说数字八，对不对？ eight 啊 eight， 那后面加上表示整点的 o'clock。O'clock， 那老师为什么要打括号啊？想一想。哎，对了，我刚在这说了，对不对？ O'clock 可以要也可以省略，所以说我打了一个括号就表示要它和不要它你都是对的啊，都可以。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十点钟，十点钟是不是直接就说数字十就很好了？那就直接说 ten， 那你可以加 o'clock 也可以省略它，都是对的。也就是说十点钟的表达法叫Ten o'clock, ten o'clock. OK， 那好，除了整点之外，咱们不可能问所有的时间的时候都是一点整、两点整，对不对？有时候，比如说会出现一点二十、五点十分，我们怎么来表达？瑞妮老师现在就告诉你们，几点几分的表达法啊？几点几点几点几分？首先呢，我们会用顺读法。什么叫顺读法？也就是说我们说小时，用汉语说小时的时候，是不是会先说小时再说分钟呀？那英语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一样会按照先说钟点，先说整点，再说分钟的方法，把它直接的顺读出来就行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两点零五分啊，两点零五分，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说小时啊？那就先说小时的这个二啊，二用英语叫 two， 对不对？ two。 好，然后呢我们要说分钟，分钟是五分钟，中间加一个 o 表示零五，那再接下来接着说五 five 就 OK 了，明白吗？所以两点零五我们可以说 2:05啊 ,2:05, 就表示两点零五分。好，再来看看下一个例子。六点十八分啊，六点十八分。一样的，先说小时啊，六叫 six, 对不对？ six。然后十八呢叫 eighteen, 注意这个发音啊，重音在后面， eighteen 表示十八。所以六点十八就是 6:18。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呢是七点三十分，对不对？七点三十分，我们小朋友一定会说了，七怎么说呀？哎，对了 ，seven。然后三十呢叫 thirty 啊 ，thirty。注意这里的重音就在前面了 ，thirty 表示三十，所以七点三十分就是 7:30。对了，好，那我们在汉语里的表达法呢有。十三点表示的就是下午一点，对不对？但在英语里是没有这种说法的，他们会用我们两个字母来表达上午还是下午，是哪两个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好，上下午的表达法分别是哪些字母啊？上午会用 A 和 M 表示，下午会用 P 和 M 表示，所以你只要记住 AM 和 PM 就行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分别在两个字母的后面都会有两个句点，对不对？有两个点，那一定要把这两个点加上才会表示上午下午，要不你没有这个点，别人还以为你写了两个字母，明白吗？好，那我们来看看上午九点啊，上午九点，我们先不说上午，先想想九点怎么说。哎，九点是不是就直接说这个数字 nine 或者 nine o'clock 就行了，对不对？那接着呢我们一看，哎呦是上午，所以老师说了上午是 AM， 所以在后面加个 AM 就表示的是上午九点。那下午九点呢，那下午的时间呢我们怎么表达？来看看，比如说下午的三点，同样的我们先说说时间啊，三就是 3 or 3 o'clock。那下午呢我们要用 PM 表示，所以我们的下午时间，下午三点叫 3PM 啊。一般呢老师讲讲在口语中不用加 AM 和 PM， 只有在正规的讲课，比如说老师问你几点钟上课，这种正式的场合才会加 AM 和 PM， 明白了吗？好，所以时间的表达法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做小练习啊，做些小的练习，看看你们都掌握了时间的表达法没有。首先，老师给出了一个小闹钟啊，一个小钟。那看看这是几点钟啊？你们四年级了，肯定会看表，对不对？这是几点？对了，这是九点钟啊。那九点钟怎么说？Tell me, what time is it? 是几点呀? What time is it? Okay. It's 9 o'clock. 非常棒啊。那告诉老师这个 o'clock 可不可以不要啊?对,也可以省略,也可以加上,都对啊。我们可以说 it's 9, 或者 it's 9 o'clock, 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时间点。这是几点钟啊?哎，对了，这是我们的三点啊，三点我们怎么说呢？还是同样的 ，What time is it？ 几点钟啦？几点钟了？好，我怎么回答 ？Yes, it's 3 o'clock. It's 3 o'clock. O'clock 同样也可以不要。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小闹钟啊，这是几点呀？看看我们的短针走到了四这里，所以是四点，对吧？同样，那瑞妮老师如果问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你们要怎么回答？对了 ，It's 4 o'clock， 或者是 It's 4， 都是对的啊。好，这太容易了，是不是？来点难的啊，来点难的，看看这不是整点了，不是整点，看你们会不会说？看看这是几点？短针到了四。长针到了六，也就是我们的四点半，四点三十，对不对？想想几分钟怎么来说？哎，我们先说小时，再说分钟就对了，是不是？好，所以老师问 What time is it? Tell me what time is it? OK, it's 4:30. 先说小时的 4, 再说三十 30 就对了啊。It's 4:30. 好，继续。这是几点钟啊？看看，对了，有点晚了，11:30了，对不对？11:30。老师如果问 What time is it? Tell me what time is it? 好，那要先说十一，是啊 ，11。对了 ，11 是我们的十一啊。三十呢，同样的 30 啊，所以 it's 11:30 就对了。好，继续来看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我们的。4:05，对了，4:05，同样的，来问句是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那我们怎么回答呢？我可以说 ，It's 4:05. It's 4:05. 好，记得瑞妮老师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吗？我们还可以在 4 中间加个 o 作为区分，是不是？也就4:05，也可以说 4:05 or 4:05 都是对的，小朋友们学会了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时间跟地点放在一起，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不同的地点说不同的时间啊。首先，老师给出了一个图片，看看这是哪呀？哎，我们的天安门，对不对？天安门在哪里呀？在北京啊。那老师给一个时间，现在呢，北京是8点钟。并且 PM 告诉我是上午还是下午呀？哎，对了，是我们的下午8点钟啊，北京是下午的8点钟。好，再给出一个地方，看看这里，这里是哪呀？哦，你们是不是不认识？没事，老师告诉你们啊，这是自由女神的像啊，她在纽约 ，New York。好，跟老师读一下 ，New York。New York， 好，在美国啊，美国的纽约。那我们因为处于地球的不同的位置，所以时间是不一样的。那看看纽约是什么时间？对，是7:10。那 AM 表示什么时候啊？哎，对了，上午啊，上午的7:10。也就是说，北京是下午8点的时候，我们的纽约呢，这是早晨的7:10，对不对？好，老师还要给出地点。看看这里，哇，这里出现了，这是哪儿呀？你们又不知道，没关系啊，瑞妮老师告诉你，这里是 London， 哦 ，London， 我们的英国啊，英国 London 是几点呀？来看看，12:10，并且是 PM 是下午，所以是下午12点。好，这个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十二怎么说？想想十二，对了 ，twelve，yes，twelve。然后十呢 ，ten， 所以下午12:10就是
12:10 p.m. 对了，也就是说伦敦是我们的下午12:10。好，再给出一个地点，出现了。好，这是哪儿啊？哎，对，这是我们的悉尼歌剧院啊，好漂亮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悉尼。好，老师教你们读悉尼这个单词啊，叫 Sydney。对了， Sydney 表示悉尼啊。悉尼看看是几点？10:10 p.m. 也就是下午的10:10。怎么读啊？ OK， 10:10。对了，就是这样读，读两个十就行了。10:10 p.m. 对了，所以老师在这儿给出了四个不同的地点，那我们可以知道在同一个时间点他们是不同的，对不对？有四个不同的时间，那我们要用句型来练一下这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来看看，首先呢我们会问问你在哪，对不对？你在哪里呢？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我们知道 where 在第一单元已经学过了，是问地点的，询问地点的，对不对啊？那 where are you 就是问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可以回答 I'm 或者 I am 都可以啊，这是缩写的 am in 哪哪哪，对不对？比如说I'm in Beijing, 我在北京呢啊，或者 I'm in New York, 我在纽约呢。那接下来呢，我就会问你那里是几点钟，我会说 What time is it there? What time is it there? There 表示那里，对不对？比如说你所在的地方现在是几点钟啊，你所在的地方是几点钟，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it's 是几点呀？比如说在纽约是It's 7:10 a.m. It's 7:10 a.m. 只是7:10啊，上午的7:10。那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两个句子就可以总结合成一个句子。In New York， 在纽约 ，It's 7:10 a.m. 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句子把它合并成一个句子，得出一个结论：在纽约现在是。7:10，明白了吧？好，我们用剩下的三个地点一起做下练习啊。首先用北京来做，那疑问句就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 Where are you? 好，跟着我一起说哦。I'm in Beijing. 对了，我在北京啊。I'm in Beijing. Yes. OK, 继续问，北京是几点钟？ What time is it there? What time is it there?在那是几点钟呢？ It's 8 p.m. 对了，是8点哦。It's 8 p.m. 是8点钟。OK，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In Beijing, it's 8 p.m. right? It's 8 p.m. 是8点，下午8点。OK， 接下来下一个，我们的 London 啊，英国伦敦 London。OK。Where are you? 你在哪儿啊？ I'm in London. Very good. I'm in London. 我在伦敦。OK. What time is it there? What time is it there? 那是几点呢？ OK. It's 12:10 p.m. 是下午的12:10。那么合成一个句子。In London, it's 12:10 p.m. 啊，在伦敦是下午的12:10。OK, last one. 好，你们还有最后一次练习的机会咯，是我们的悉尼。我们来看一下。Where are you? 你在哪儿？ I'm in Sydney. 我在悉尼。OK, what time is it there? 几点啦？几点啦？ OK, it's 10:10 p.m.It's 10:10 p.m. 所以用一个句子怎么说？来，自己开动脑筋想一下。In Sydney, yes, it's 10:10 p.m. OK, very good. 你们真棒啊！我们已经学会了地点跟时间的表达法。也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它可能，尤其是不同国家，它的时间是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疑问句问出地点，问出时间，然后用一个陈述句来表达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时间。你们都学会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还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也就是表示时间的问句和答句都怎么来说啊。首先还是我的这个表，是几点钟啊？
哎，时针和分针都在一起了啊，都在一起，并且指向十二，那就是我们的十二点。好 ，Rainy 要问了 ，OK， tell me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几点钟啦？那你要回答我 ，It's 12 o'clock。12表示十二，也就是十二点钟。OK，next、okay, one， 几点？对了，我们的九点钟。OK，tell、okay, me what time is it？ 都张嘴跟 Rainy 读哦。What time is it? 几点啦 ？Okay, it's 9 o'clock. It's 9 o'clock. 九点钟，对不对 ？Okay, next one. 四点啊，四点。我们来看 ，What time is it? 继续提问。那回答就是 ，It's 4 o'clock. It's 4 o'clock. 好，接下来不是整点的啊，我们带分钟的，四点四十。Okay, what time is it?Tell me, tell Rainy, what time is it? 几点啦 ？Okay, it's 4:30. It's 4:30. Okay.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对不对？学了一篇课文，接着呢，老师给你们讲了时间的表达法。那在时间的表达法里面，我们不仅学会了不同的时间，还学了一些不同的地点有哪些时间，并且用一个句子表达在哪里是几点钟，对吗？好，那接下来在第二课中，我们继续会学习有关时间的一些表达法。小朋友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